有没有看这个作品了？总之去试试看。主线剧情，铁汉雄鸡被抓走。外星人抓走了，移动瞄准，等等，音量调一下，50%。可以随时换人吗？你来这边就可以换了，要等。
右边是商店街。电梯，任务楼层。作品我之前只跑过他的主线，然后现在是他的第二后面的剧情。这不是我的偶像小明哥哥吗？那后面的剧情是采用那个连线的方式。右边是商店，枪，那叫什么 ？Future Tech 吗？没有开，重型武器。热搏战，对战。他的救援任务是采用连线的方式进行的。一枪要3000 ，AK 2000，高级步枪。主线剧情的主角在结束的时候被外星人抓走了，所以他的同伴接到讯息要去拯救他。我只踢的城堡，可是皮不是死掉。所以现在是刚开始的任务。这是什么？电池、火箭弹、导流弹。燃料推进，炮弹，子弹，猪鸭子协助任务。啊，明天想吃一桶炸鸡，是啊，配猪鸭子。大师鸭，升级你的鸭子。鸭子要怎么用？增加要增加容量。加弹药量，
期盼的晚安，稳定灯要亮。这是什么？是文物碎片，要去收集文古代，不是星际之门吗？这是什么？电梯。怎么出任务？一直往右走就可以了吗？没有啊。离开总部。嗯？我不是已经接任务了吗？Mission Room。 晨曦晚安，虎汪汪晚安。哦，从这边呐。战斗中继的水是保持移动。1.1 不止记得城堡。时空门目标。嗯。旁边那一只怎么没有过来？哦，还要载着它。竟然是拿火箭炮。
哦，这个同伴还蛮强的呢。救人质小粉红，但这个复仇任务是可以多人同时连线进行，然后再加上太久没打了，他伤痛有点。血扣一半，
没有补血的。它这个支线剧情好像一个人进行会特别困难的样子，所以它才会有那个提供你租借伙伴的这样。不会吧，要从前面开始。要等。队友太笨了，近距离他也会开火箭炮。哦，天哪，炸到自己了。很强啊，问题是这一只根本不会看，然后近距离它也发射火箭炮，我被打到我自己血都快没有了，喵的。怎么打？他不能切换武器吗？可以把它放下来，然后但是它就不会进行攻击。他不会主动进行攻击。是的。二位晚安。嗯喏。这样子。攻第一关就不好打。
放着的话，它不会跟着你走，你一定要背着它，一定要背着它才会跟着行动，超麻烦。开门了，啊，总算通过，真是要的。看一下旁边有什么，啊，医疗箱。嗯，记录点是这个。要从那一道门过去。稍微保持距离，我发现我要稍微保持一些距离，这样子才不会自爆。火箭炮超强的啊，有问题就用 RPG， 问题是进去也是等于自爆啊，补血包。哦，记录点，不止 K 的城堡。你是败类。变炸鸡了！变炸鸡！马上变炸鸡！改用散弹枪，比较保险。因为散弹枪单独攻击火力很大，之后改用散弹枪了，我不用机枪了。捡钱钱，确认一下现在在哪里。目标在下面，再往右边，右边可以探索。你看，不用往任务目标。诶，
等一下，他先去解救人质啊。啊，个人偏好闪电，闪电的话就射速中弹很慢呐、啊，但是很好用啊，攻击力。哦，所以街头右边是脱逃路线，要先去拯救那一个小粉红。哼，下面有地方没有去过。救无袖夹克，弹药。哦，这边是行刑场。通通变大鸡，大鸡鸡。
好危险，差点死掉。
真是，一直被炸到。粉红在上面。接了两只鸡鸡在头上，拯救小粉红了，紧急脱离。就先把敌人都清完了。小粉红，没有啊，那一开始就说在这一个不死鸡的基地这边啊，就是来这里拯救他。那你今天事先把前面的敌人先打完了，然后系统出现提示说你没有忘记要拯救小粉红吧？哦，任务完成。哦，没想到这么有难度。太久没有进行也是。老粉红决定成为突击队员。楼上的商店街，打一颗星，死太多次。啊，迷你。鹦鹉司令部，哎，等一下，刚刚有一颗。碎片我没有拿走，死掉了。嗯，美特基沃迪特工，猪肉加工厂诡异的报告展开了调查，救援任务。碎片我刚刚有找到一个，没有带走，要等。啊！那那个鸡鸡叫的声音呢？
可以买武器。AK。机枪。工厂。嗯？诶？队友还要再租一次吗？诶，我没有队友，我没有队友。诶？我没有队友，大哥。没有队友，没有，他不是单人任务啊，他可以租，因为你没有人跟你连线的话，你可以租用队友。嗯，没有人连线，你就要租队友来协助你出任务。那在哪里啊？这里面吗？怎么了？租了家工厂，打电话来再提醒一次。这边呢，还要租一下你的队友，这样子。一次任务只能做一次。没有钱。
以多加五百是刚刚那个大师要会跟着你一起出任务，那没有加五百的话就是一般的队友。哎，为什么从另外一边过来？鸭子升级，他可能就是拿火箭炮啊。刚刚那个拿火箭炮，哎呀，主角是鸡呀，啊，那一个是鸭，主角是鸡。哎，为什么这次从另外一边？哦，它里面敌人是企鹅啊，企鹅跟猫头鹰。下面是不能过去，那会中毒。好，一鸭三吃。这鸭不太像鸭。动脉，动脉。他是拿神灯，鸡鸡加工厂。补血包，充当子。手榴弹怎么用？忘记。手榴弹。切换武器库存。嗯嗯嗯。手榴弹我没装备吗？我有手榴弹70颗，为什么不能用？嗯，变鬼了。
敌人把那个鸡鸡爪子吃掉。打成鸡鸡肉，鸡鸡打成蜂窝鸡。蜂窝鸡，打那个防弹盾牌很麻烦。被霸凌了。猛烈的鸡鸡，猛烈的鸡鸡，总算解决掉，喵的！那个黑色的特工，哦，好险，差点死掉，剩半条血，这边都没有补血包，超扣的。上面有两个秘密地区。烧起来了，喵的，补血的在下面。
烤鸡皮，哇，真是！这边又没储存点，死掉要从很前面。真是中式烤。真是稳定性。要增加附加的技能，盔甲、弹药。这边到底了，没有东西了。这边那么麻烦哦，喵的。
小鸡鸡，肚子饿，真是的。这边不是主要任务啊，可以不管它吗？喵的！楼下面，算了，不管它了。那个不是主要任务，因为我现在的配那个伙伴的火力不够啊。刚刚花太多钱买武器，刚刚不应该花那么多钱买那个弹药。是在下面。墙壁后面打不打？补血包在下面通风管。
啊，可以找那个门票，我忘记。那一只好像可以背几只？四只，三只还是四只？忘记。东西没看，没有听过。注意轮子掉下来。
也不是说打不赢啊，是不好打。是啊，500块钱的差距。没有火箭炮。轮子掉下来就会被他围殴啊！真是的。盾很麻烦，来不及啊！整个救不到队友就惨了。死掉。等一下啊，不然换什么武器。
盾牌看一下，盾牌有什么效果？盾牌，啊，人质根本被做假了，他人质一掉下来我就惨了啊，那个。用盾牌有什么效果？盾牌只能挡自己，盾牌只能挡自己。是他的盾牌那个。下来，他们连攻击都不会攻击，就只会站在那边被打。嗯，真是的。
我在跟那个盾牌打的时候，旁边有人在旁边打，我没办法支援他们。然后他们就站在那边被打，这样这整个超智障的。真是，整个墙壁都是喷的茄子的酱。那刚好抓到一个空档啊，那跌倒了，然后可以悬空一直切它。喵的，真是。公猪肉，嗯，卑鄙的企鹅，那些企鹅他们就在杀那些鸡，哦，天哪，好，那今天先到这边了。新的武器店开幕，火箭，好的 ，RPG 火箭炮，卡宾，铅弹风暴自动散弹枪。设计手榴弹，嗯，最终 boss 就是长官，是吗？
中枪。是点放的，啊，先到这边，进行两场任务哦。有兴趣的可以去找找看啊，这款作品主线剧情超难打，现在是在进行支线。支线是救援任务，那可以选择离线跟线上。然后剧情模式就超难的，之前打超久。好，先到这里。Thank you for watching.